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2月4号，星期二，农历是正月十一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您好，给师傅请安。你好，哎，那个给师傅拜个晚年，谢谢。祝师傅新年快乐。谢谢，谢谢。对不起，师傅，向您忏悔。那个我给师兄们问几个问题。讲吧，请讲。然后，今天是看图腾了。对，稍等一下，师傅啊，是，稍等，我有点紧张。91年属羊的女的。91年就是属羊的，91年属羊的。女的啊，想看什么讲吧。就是她说她的名字被她先生就是贷款，就是贷了一笔款，然后说是要2个月之内还清，然后她想问一下这个关能过吗？蛮麻烦的，挺麻烦的是吗？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叫她。那他需要多少张那个经文组合，然后放生？叫他赶紧念解结咒呀，好吧？解结咒是许愿10000遍是吗？对呀，小房子要给他，因为念了解结咒之后，然后再念点小房子，先念49张小房子吧。听不见。就是放生这方面。放生倒无所谓，主要还是先把这个小房子念掉，49章，还有要念解结咒，不要让人家搞他就可以了。有的时候您说，师傅。有的时候不要随便借钱，很多人说就跟那个地府打交道呀，明白吗？懂了，师傅。那个师傅他说他做了一个梦，说是梦考就是类似于邪淫这方面的，然后他梦里面已经过了这个梦考，但是说是有一个人给他是受戒了，好像说是，那他就是说受戒了之后，那她丈夫是不信的，那这个受戒了之后，稍等一下，我看他说的啊。对不起师傅，我有点紧张啊，就像一个金箍一样罩住了他的头，那如果他这种不是那个双修，如果还有这种夫妻之事，这个金箍还会有吗？要一段时间的呀，他就会没有了呀。如果你改变了，时间长了就没有了呀。你如果刚刚开始改变的话，他金箍咒还是罩在你头上的呀。行，那个师傅，我想再问一下，95年属猪的女的。想问什么讲吧？就是想问一下她身上有没有灵性，因为她老是做错事情。在她颈椎上有灵性。需要多少张经文组合呀？36张。他那个业障比例是多少？95年属猪的。对。业障比例不高啊，22，挺好的。那他在就是守戒这方面有什么触碰这种阴律的吗？不是你呀、我不讲的。对不起，师傅。好吧。那个，我想。我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，请师傅稍等一下。就是如果一个男孩子他就是如果他看了那些色情的东西，他自己做一些不好的手淫啊什么，在地府偷偷都算的了。听得懂吗？好的，师傅。我会转告这个。所以我就是给你看出来，我也不能讲，因为有的时候他不一定在外面有女人，但是他可能自己犯了一些这种戒律的话，他也会给他算的，明白了吗？
我懂了，师傅。就是我刚问这个是他那个我还想问一下我自己，就是95年属猪和58年属狗的，我想知道是需要多少化解组合，他才能放下对我的这个感情的挂碍呀？95年属猪。啊，还有一个呢？嗯、还有一个。58年，58年属。属什么呢？58年属狗的呀。然后95年是，对，对，嗯，然后95年属的，然后是我。嗯，要念呢，前世也是有缘分的，就是问题。需要多问题？问题要好好的善解，善解。善解就是、嗯、念解决咒，就是说。把这个过去的情缘呢，慢慢的要学会放下呀，否则的话会痛苦的呀。嗯。需要多少那个化解组合呀？然后放生这方面呢？放生倒没关系，108条。嗯。108条，那化解那个冤结的组合是需要多少张呢，师傅？先念59张吧。嗯。59张。好的，行，感恩师傅，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好，自己多保重啊。祝师傅法体安康。嗯，再见，再见，嗯。好，再见，师傅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哎喂。你好，你好。师傅。哎。感恩师傅。嗯，师傅帮我看一个63年的兔子，我妈妈看身体。63年的兔子是吧？嗯。啊，是。63年的兔子，颈椎不好。嗯，是啊，有业障啊，嗯。哦，业障高吗？业障比例多少呀？34吧，嗯。哦，那要多少张小房子呀？先给他念28张，28张之后还要念32张，好吧？哦，好的，嗯、那放生多少呀？放生300条鱼。哦，好的，师傅，再帮我自己看一下行吗？我是86年的虎，看一下事业。86年的虎是吗？啊，你这个人傻傻的，经常上当。是的，师傅。但是，你自己要多念点心经呀。嗯。哦，好的。好吧，然后好的，然后自己呢，心经嘛开智慧，啊，然后呢，啊，对人是挺好的，不能过分，过分了嘛也会麻烦，明白了吗？是的，师傅，啊，经常惹麻烦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了，师傅，我前两天在现场抽到图腾号码了，然后太紧张了没问完，没想到今天菩萨保佑又打通了。嗯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嗯，然后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我身上有灵性吗？闪灵有一点的。嗯。哦，我那我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呀？49张吧。嗯。哦，我打胎的孩子超度走了吗？你几几年属什么呢？再讲。86年属虎的。哦，你还要再念28章啊？哦，好的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业障比例高吗？还有图腾颜色。你这个老虎呢，颜色偏淡的，嗯。哦，好像是的，我穿淡的好看。啊，然后嘛，业障比例呢，现在是28，嗯。哦，好的，师傅，我有一个新的佛友，我度他的，然后他是88年属龙的，他想看他求子有什么时候有缘分。他主要问题，他有过去有过，啊，掉了。对对对，啊，对的对的，啊，真的是刚掉不久，对。所以他这个掉了那个孩子也是他命根当中有的，现在也不知道还有没有。哦，那他现在需要多少张小房子超度这个孩子呢？至少56张啊。嗯。放生多少呀？我跟他说一下。放生300条。好的，师傅，你跟师傅说，那个
这边有个同修，就是67年属羊的，他那个房子的要经者，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不好意思，有点紧张。什么？嗯。就是有一个67年的女同修，那个房子的要经者。昨天问的那个猫。27张。27张是吧？他的莲花号码是24196，请问在哪里呀、啊，师傅？还在天上呢，嗯。什么颜色的？白的，很白的。哦，嗯那个、好了好了，不能问了。哦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师傅你辛苦了。啊啊，再见再见。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台长你好。你好，台长新年快乐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发起安康啊。谢谢谢谢。台长要问一个1965年啊、你的师兄，他医生讲他的脚伸骨刺要开刀，可能你知道，想问台长他是灵性病还是那个什么什么病啊？19几年的、啊？1965年属蛇的，你师兄啊，他是灵性病。灵性病啊，那他要几张小房子呢？他就算骨刺开掉了，他那个地方也会痛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要请教台长，要几张小房子啊？70。70，然后台长他要放生几多条？350条。OK， 感恩台长。还有一个，就1956年属猴子的，他的儿子，你是兄来的啊？他的儿子去。是经回来，他母亲就生病到很多的吐血。1956年属蛇的。1956年属蛇的是吧？对。哎呦。他在医院吐血，他女儿跟我讲，叫我问台长。不好。然后看他怎么样，怎样才可以过那个关。赶快叫他念，许个大愿吧。他吃全素了没有？大院吃全素了吗？啊，这个女师兄是师兄，就不过这个是他母女师兄的母亲来的，1956年死后的。对呀、啊，这不一定吃素的呀，嗯。他没有吃素的。好了，你想想看。那就请问台长，他要几张小房子？给他妈念179张吧。嗯。179。没，79张。79张，然后他要放生几多条？1200条。1200条的、嗯。啊，台长还可以问一个亡人，2004年7月31号，啊，郑瑞发，郑和这郑，瑞说就发明的发。第二个瑞是什么瑞啊？啊，瑞说的瑞，一个王字旁、啊，一个山、啊、下面一个而且的而。郑瑞发。2004年7月31号往生的，发就是头发的发是吧？嗯，啊对，发明的发。啊，这个人不行了，在下面，在地府啊。他在那里啊？在地府啊。在地府吧。嗯。然后他讲他要还用要念几多小房子啊？要看一看了，要给他念，把他抄上。抄上去的话很累，至少78张小房子。然后他要念礼佛大忏悔。要，你很聪明。我刚刚想讲，要念礼佛的，嗯。要念几个？礼佛要念七，也要念78遍。然后小房子呢？小房子刚刚不跟你讲了吗？78张啊。他讲，请问那他的女儿可以转功德给他吗？可以的。可以的啦，嗯，感恩台长。最后一个问题还有是2019年，哎没有，1999年马的属马的啊，他去年在澳门法会台长讲他有灵性，要念640张，现在他已经念完了，请问台长他灵性走了没有？几年呢？属什么呢？1999年，1990年，90年属马的女师兄。啊、哦，他现在已经很好了，就是肠胃、啊，因为肠胃这里还有一点点不舒服，肠胃。对啊，因为很瘦，这个小孩子很瘦，啊、这个小女孩很瘦。肠胃啊，嗯。然后请问台长，他还要念几多小房子啊？他现在一波21张，一张现在在念。53张，53张，
好吗？还要念53章啦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好吧。OK， 要放生吗，台长？放啊，放生啊，嗯。啊，放生是啊，谁慢慢放啦？700条，嗯。700条吧。好了，台长可以问多一个。一个亡人嘛，好了好了，最后给人家感恩台长慈悲，嗯，那个感恩感谢慈悲，嗯，好吧。哎，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当心啊，常挂掉。嗯，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，人生的路上都不容易的，每一步自己走出来，每一个。脚印都要踩得正，每一句话都要说的有在道理上，跟自己的身上的毛病要做斗争啊。喂。喂。你好。你好。喂，师傅，你好。你好。师傅。请帮一个师兄，因为他已经2天前他已经往生了啊，所以请师傅帮他看一下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颜色的颜啊，招手的招啊，然后心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心，颜招心，对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哦，他很好哦。嗯，他现在应该在阿修罗道的边上在飞来飞去啊。嗯。哦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嗯。嗯。他如果你再给他推一点，念个78章，小房子有机会能够到天界的呀。好，我跟他们说，跟他家里的人说，他今天早上刚刚出兵而已。嗯，我就跟你讲了，他现在还不错，因为他走的之前他念了很多小房子、嗯、对，因为他们他师兄都有帮他烧了很多张啊，对，非常好，对、嗯、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 嗯我会跟他家里的人说的，嗯，多78张小房子就可以了。对啊，能够推到他天界就很好了、好好吧。好，他很瘦啊，谢谢，他很瘦走的时候。嗯、对，因为他是其实是乳癌了，然后复发，然后他又跌倒。你知道他跌倒了？你知道他、嗯、你知道他复发的话，就是他有过一点懈怠，你知道吗？他以为好了、哦、好了就没事了，好了最要当心了，好了之后最容易复发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好了。对。嗯，对，其实他也是在有一直在做值班义工。嗯嗯，这样我会跟他家里的人说。好，好，好了，没有事了，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啊，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，不跟师傅，不帮师傅背。嗯，感恩师傅。好，再给大家加一个吧，啊，最后一个。嗯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弟子给师傅拜个晚年。请师傅看一下97年的牛女，快毕业了，想留在师傅身边帮助师傅弘法，已经找过几个中介了，想请师傅从7个里面选一下哪个比较合适。几年属什么的？97年属牛的女的。第二个是谁了？第二个中介。第二个在卧龙岗。第四个呢？第四个在西澳。特斯，嗯，卧龙岗那个好像还比较靠谱。卧龙岗的话是工作一年，用会计的这个专业工作一年，还是再重新读2年，读一个新的专业呢？这个不知道啊，最好让他。你现在问我是选代理还是选他的科目啊？就是选大概一个方向，他是工作还是说读书，这两个在卧龙岗。刚刚帮你选了第二个呀。第二个，你本来是工作还是读书啦？又能读书又能工作啊？就是可以工作也可以读书。嗯，但是工作的话是以会计的这个职业，但是如果是读书的话，就要换一个专业，比如说护理，或者是中学教师，就想请师傅选一下。这个不知道了，你
叫他好好念经吧。反正我已经跟你说了，在卧龙岗这个地方读书是能留下来。读书是能留下来是吗？我不知道是读书还是工作。哦，好。如果有工作的话就工作，比跟他的原来学科一样比较好。学两个科的话，他移民局总归会有点怀疑的。哦，明白。那个工作的话，这边是也有同修推荐一个，这个是一个男士，想师傅看一下这个人可以吗？这个不能看的，不能这样看。哦，好，你们看，对不起，师傅，你们像这种情况，你们只能自己好好念经了。嗯，好，明白，师傅，对不起。不可能像算命一样帮你们看这些的呀。嗯，知道，对不起，师傅，对不起，师傅。嗯，那想请问一下师傅，这个针对这个移民这个事情的话，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多少条鱼？移民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愿力呀。嗯，就是想留在师傅身边，帮助师傅弘法。有愿力要跟菩萨讲，好吧？嗯、跟菩萨讲，如果你是真的话，应该有希望的，啊，除非你是假的，因为在你们身边太多这种例子了。有的人、嗯，有的人根本留不下来，最后还是留下来了。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说谁的，嗯。明白，弟子、嗯。好吗？想留在师父身边，帮助师父弘法。嗯，就是看你自己了，平时怎么做啊，怎么做人啊，怎么做事啊，有的时候就是一件事情要做成功很不容易，有很多的沟沟坎坎的，一个人能够过来了就过来了，过不来就说明自己的这个福报啊，还有自己的业障啊，都要当心的，明白吗？好，弟子明白，弟子一定会好好努力。好好努力。嗯，跟观世音菩萨哭着求比较容易。好。好吧。好。嗯，要乖一点的啊、哦。嗯，好，师傅还想请师傅看一下弟子今年是369，想请问一下师傅会有劫吗？大概什么时候？三六九都会有，九、嗯、九就消掉了已经。嗯。哦，就是弟子今年23，就是今年马上快23岁，六、哦、月份。那就，那是23的话，三和六都要当心，好吧？哦，九的话已经没了，九已经消掉业障了，嗯。就是说，弟子所有的九的业障都没有，就是顺下去。29，顺下去的29这个业障，因为你做了很多功德，已经消掉了29了，嗯。感恩师父，那弟子23岁的话，需要多少小房子和鱼去化解？83张，83张鱼呢？鱼倒无所谓，220条。好，大概是什么时候会有？你生日什么时候了？6月份。要当心点的，三月下旬吧，嗯，三月上旬和下旬左右都会有。好，好吧。是坐车要注意，还是说摔跤之类的？都可能。好吧，都可能，就自己、嗯、自己有时候一个节过了嘛，就一个坎过了呀。嗯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最后想请师傅看一下莲花，可以吗？16724。16724啊。嗯。哦，莲花不是太好哎。嗯。嗯。意念比较杂，意念比较杂。对，想去忏悔。嗯，有的时候一会儿这么想，一会儿那么想。是的，是的，向师父忏悔、嗯、需要多少礼佛？不要去乱看网上的东西。好，向师父忏悔。好吗？向菩萨跟师父忏悔。OK。嗯，就这样了。嗯，好，好了，好了。啊，弟子自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请师父保重法体，感恩师父，弟子你好好努力。再见，感恩师父。再见，嗯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